雷兹啊出现了，吴尚银没有出现。那么在第二小组呢是，波尔和老的对手，在多次世界大赛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国际比赛中呢是交手比较多的。治疗恢复，那么在世界比赛48届世乒赛上呢，应该一个很好的机会球没有打到。拉这个球，王励勤轻轻的或者是中等力量把这球拉起来以后呢，波尔利用这个球的加力来压制王励勤。反手拨完以后，我不让你测，我仍然给你反手。漂亮。是能够慢慢的做到呢平稳而严谨。这个防中御攻的这种含义很深，所以你的连续进攻就非常困难。这个比赛1-2。对。质量。被动了。在以外呢，另外的三场对决是这样的，是萨姆索诺夫对梅斯。好球，哎，这样。一搓，他就是。有点犹豫，或者是没有心理准备。嗯。科代波尔这球还不是很。要接发球要敢用。保守了一点。啊，这球啊，结果呢，波尔是最终是11-7。